旗字，圆、角、分、钱。小朋友们，这里是小岛菜市场，这里有好多好多的瓜果蔬菜。今天啊，我邀请大家来我家做客，所以我来菜市场买几个菜，好招待大家。来，我们一起看看这里都有哪些菜，什么价格吧。这是土豆，1元一斤。圆，圆，圆，元宵，元旦，公园。元宵节，人们在广场上赏花灯。这是青菜，1元八角一斤。角，角，角，角度，角落，口角。教室的角落里有一盆花。这是胡萝卜，八角5分一斤。分，分，分，区分，分开，分发。老师给我们分发纪念品。元、角、分都是人民币的货币单位，用来表示多少钱。钱，钱，钱，钱包，钱财，赚钱。妈妈送给我一个小钱包。小朋友们，关于圆角分，你们都学会了吧？下次你们也可以帮妈妈去菜市场买菜了。今天就学习到这里吧，我还要回家为大家准备饭菜呢。